台湾偶像剧拍摄现场。阿童，来给你介绍一下这部剧的导演。来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导演，导演，这是欣桐，欣桐。你好，哎、欣桐。哎，谁呀、啊？这俩人这是？台湾大明星林欣桐。林心如。哎，林心如老师，我特喜欢看你演的《还珠格格》，我觉得您紫薇演的特别好。您能给我签个名吗？我是林欣桐。哦，钟欣桐，我从小就喜欢 Twins， 我觉得阿萨长得特别好看。我是林欣桐。不是你有事没事啊？没事别打扰我们拍摄，行不行？不是，我就副导演，无关人员赶紧清场啊！您这现在拍这是什么戏？哦，我们在沈阳拍了一部台湾的偶像剧，叫做《烤羊星星》啊。这剧一听就挺香的。台湾演员在大陆都这么吃香吗？这不大陆出台政策了吗？鼓励台湾演员来大陆发展，来大陆拍戏。不是您有事没事啊？不是我，你没事你赶紧走行不行？别打扰我们拍摄行吗？不，走走走走走，这什么人都能碰着啊！来，剧组，来来，烤羊的星星，第三桌第十串，艾德森，真香！哎呀。